大家好，下面为大家带来马奇诺黑色洗发水系列产品操作视频。第一，佩戴手套。第二，带包黑色洗发水直接撕开就可以使用，使用前需要再掌心搅拌。第三，干发涂抹，用指腹轻轻揉搓，白发区域重点揉搓，确保每根白发都能上色，时间5到8分钟。抗拒性白发，白发较多的客户根据上色的情况适当增加时间，以白发转黑满意效果为准，一般不超过15分钟。第四，冲洗干净。六股黑发宝，棒棒棒。